大家好，欢迎大家踊跃嚟参加今日青年支队抗战胜利70周年嘅活动嘅第一堂。喺100年前，喺个动荡不安嘅时代，一群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追求一个伟大嘅梦想。黄花岗72烈士舍身成仁，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我哋用真挚嘅心去表达我哋无限嘅追思同埋怀念。香港荣光联谊会、女港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国文化协会主办庆祝青年节暨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现在开始。现在有请香港荣光联谊会、女港黄埔军校同学会、周碧辉理事长、中国文化协会骆亚文主任及各社团首长陪同主礼嘉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严崇光处长、海华元朗服务中心麦业成议员、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郭常委、中央评议委员王克忠先生就位。以及有请驻港单位各代表。团体肃立。
三鞠躬。有请旅广黄埔军校同学会周碧辉理事长、中国文化协会骆亚文主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严重光处长向国父铜像献花。请各位台上嘉宾复位。有请香港荣光联谊会旅广黄埔军校同学会周碧辉理事长致辞。各位理事长，
黄鹤洲一委员，还有陈祥区陈主席，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到红楼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来参加今年的青年节，同时也是庆祝我们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今天这个日子不同凡响，以往我记得所有的人到红楼来是来参拜一下以后就去旅游了，今天不一样，今天特别举行非常隆重的升旗典礼。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今年是抗战70周年的纪念，同时又是青年节，我们青年节有青年的朝气。虽然在座的诸位年纪有些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都曾经青年过，我们都曾经热情洋溢过。在今天我也看到许多小朋友，大家都热情洋溢，要了解整个中华民国的建国史，到这边来看也能够看到。今天我们庆祝青年节，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重视青年的工作。所有的，包括我们举光、荣光、黄埔，包括我们所有的社团，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曾经青年过的朋友们在带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青年的朋友也要加入，有心血人的加入，我们才能够传承中华民国的建国历史，才能够传承下去，大家的努力才能够传承下去。当然很重要的，马总统也特别讲过，年轻人的热情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精神可嘉。但是更要注意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是要理性，要和平，还要守法。这是马总统特别为青年所提出来一个忠告，我们要做任何事情，我们一定要有理性，要和平，要遵守法律。所以我们争取的一定是合法的权益，我们也不能随便放弃我们合法的权益。当然今年又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70周年中，马总统特别提到，我们不是讲我们怎么样胜利，而是要展现凸显我们爱好和平的决心。今天我们在红楼，也是国父策划革命的地方，也是我们黄花岗烈士殉难的纪念日，在这里缅怀先烈。我们要记住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他奋勇向前，不畏牺牲，他的理想是什么？一定要把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上屹立出来。我记得我们以前常有一首歌叫时代考验我，我们来创造时代。更重要的，现在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年轻人，时代在考验青年人，青年人要创造一个新时代。我们也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中华民国特别是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们把中华民国塑造成一个新的时代。谢谢大家。多谢处长。接下来我们有请海华元朗服务中心麦业成议员致辞。吴处长、张理事长、王一中先生、各位台上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好。睇见大家咁精神抖抖嚟到红楼呢度，庆祝我哋中华民国抗战胜利70周年。各位朋友，头先周理事长同埋袁处长讲到，100多年前，一班年青人就喺呢个红楼嘅地方去策划，然之后创立一个中华民国出嚟，一个黄花岗之役，跟住武昌起义就诞生咗中华民国。跟住之后，我哋非常之军烈，我哋长工带领我哋咧去抗战8年，将中华民国建立一个世界嘅强国，系咪？
呢啲都係各位當年大家曾經黃埔軍校裏面受過訓練，知道我哋中華民國嘅歷史，我哋係依賴一班年青人同一班熱血嘅青年，等愛國嘅中國人去建立去維護我哋國家。今日喺台灣，透過我哋嘅努力同維護，我哋建立一個民主、軍富、自由嘅中華民國，呢啲啊係我哋嘅驕傲。所以我哋今日喺度慶祝青年節，同埋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希望大家嚟繼續努力。我哋知道，作為中華民國嘅中國人，我哋可以身為一個自由民主嘅制度底下，呢啲係需要我哋係繼續努力去維護對嘅，係嘛？所以我哋希望大家嚟繼續支持中華民國，多謝大家，祝大家生活愉快，多謝曬。多謝麥議員。咁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我哋嘅嘉賓帶領大家用歌聲去表達我哋對國家嘅熱愛，更祝願我哋中華民國國運昌隆。我哋嚟一首《中華民國頌》。美化满天下，
好，
大家報告一下，咁樣跟住落嚟咧，我哋個行程咧就會去呢個樓頭。